连接起陆地的边界，也让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从生命起源的那一刻起，海洋与陆地，自然与文明的交融就轮番上演。纬纬37度，山东乳山，海洋与陆地的完美结合。每年天气转凉，便是享誉全国的乳山牡蛎转肥的季节。刘洪迪，山东大学法语系毕业生，在乳山市每年数万名外出求学的学子中，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觉得家乡是个宝，而这个宝就是数百万亩的牡蛎海上牧场。因为我之前在上海本身是做杂志的，我回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乳山的这片海域真的是得天独厚，赋予的我们这一代代人东西太多了。乳山牡蛎在当地也叫做海蛎子，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掠食水中的微生物成长。这种生长习性对于水质和天然饵料要求极高。今天刘洪迪要跟附近的渔民讨论降低养殖密度进行输养的可能性。牡蛎的养殖密度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然而贸然降低养殖密度很有可能意味着短时间内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与海洋环境达成共赢，他们必须做出抉择，尽快搞清楚规律。我们都在大船上，他们在小船上，最后我们坐小船回了。今年是刘洪迪回乡创业的第五个年头。以前这个地方大概是一亩能出多少产量？一亩地都是30顷。他在威海乳山外海拥有50000亩牡蛎海洋牧场。第一次尝试输养的牡蛎即将迎来收获。能不能达到预想中的输养反而更肥的效果，刘洪迪现在并没有底气。整个渔村的所有岛民也都在观望刘洪迪。票都顶起来了，看到票呢，票都压下去了，就因为它沉了，涨了，所以往下压。牡蛎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时间不等人。这个现在有80%以上了。啊，有接近90%呢。这个最快海区就可以捕捞了。啊，这个可以。我们这代人大部分人都在外面闯荡过，因为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看待家乡的这片海，我也不希望只是现在眼前所拥有的这些利益，或者是说眼前所局限的这个项目吧。
经过精准的分类与计算，刘洪迪海区里的牡蛎品质较往年上升明显。你看这俩颜色，这个颜色很明显就已经再不能再肥了，就是爆肥了。刘洪迪再次召集自己销售区域的老乡，将这批输养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哦，开一下，开一下，看看今年的肥度。嗯，这个地方可以啊，这个行。行行行，再看就行。你这牌白码的。你是我们这谁来合适？依海而生的中国人，在跟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跟海洋达成共赢，这也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海洋牧民跟海洋相处的中国智慧。我现在觉得这片海就是我的舞台，能够把大自然的馈赠利用好，就是对我们这片海最大的尊重。在山东乳山，每年大约50万吨牡蛎会通过中国人特有的另外一种智慧来到中国人的餐桌。抓紧时间照日，照日日亮了以后，我不管多忙，我抽出一天的时间来，我亲自比，好吧，把日先给我照齐，举手给我照齐，忙不过这个事儿。我叫王军文啊，96年生人，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互联网经济这一块。从我上大学，我就知道我的家乡啊有乳山牡蛎这一块好的品质的一个好东西。当时呢，我就一直在谋划着这件事儿啊，就想在这上面成就一番事业，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上下才55啊！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浸润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传统产业。现在的互联网思维呢，就是说是点对面，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能带出货去，而且大家这个购物习惯也更倾向于直播带货。随着一大批网生代赶海人的努力，现在乳山牡蛎声名鹊起。现在呢，就是说做电商这块，我所有的团队都是自己搭建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生蚝有淡旺季，那淡季的时候，那就是我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说可能我会不断的去扩品了啊，可能会做牡蛎的深加工了，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下一步面临的一个挑战。海洋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时代的发展与世界的变化。中国年轻一代的海洋牧民正在借助时代的力量，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同时改变着世界。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的夙愿吧，能不能来为乳山牡蛎啊，乳山这个地方，同时能把我的家乡给宣传出去。谢谢大家呢，咱们今天鲜花开播，给你们带来非常多的福利啊，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主播的直播间吧。今年的销售旺季，王军文决定联合外力，请直播界的网络大 V 进行跨界合作。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缩短了世界的距离，也为中国千万个与王军文一样的新一代海洋牧民提供了展示家乡的舞台。网上渔民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义。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机遇，
我觉得吧，我现在面对的就是互联网上的海洋牧场，而我自己呢，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网上渔民。右动，我们转个幺动看看吧。转幺动，中几号幺动？这里是宁波舟山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我叫吴启飞，我的工作呢是抓娃娃。我们舱面卸完好了，他们45号机不是那边还有一条双吊没卸吗？好，咱们还有两吊。吴启飞每天的工作是通过眼前18台屏幕，远程抓取数百万吨的集装箱。我们平时在起吊的这些集装箱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大到汽车机械，小到镜子、梳子，什么都有。你相当于还就要拉到这边了。都是这个点吗？起码要30。我觉得智慧港口的建设呢，给我们桥吊司机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福利。我们把40多米高空、不足4平方米的操作室搬到了我们办公室里面。海洋让四海连通，让世界交融。港口建设是海上交通的基础。吴启飞所在的梅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面向未来全新规划建设的全自动港区。引航员又被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为港口船舶提供引航服务，保障各类船舶进出港口安全通畅。我们引领的船舶上面装载的货物跟我们每个人的吃穿用都息息相关。引航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好几层楼高的软梯随着海浪颠簸来回摇摆，登船的每一步都是对孙鸿昌的巨大考验。我们引领一艘船，短则几个小时，长的话要将近10个小时，对我们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Mr. Pilot, please secure the gangway. Yes, secure the gangway. Our side is okay. Mr. Pilot, starboard side alongside? Yes, starboard side alongside. 教官威克饮水上船，饮水编号109，向你报告。严谨是对引航员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在整个引航过程中，孙鹏程必须杜绝任何犯错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整个港口的国际形象。我们这一带是伴随着宁波舟山港最近这10几年的爆发式发展成长起来的，我们也是一步步见证了宁波舟山港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 Current is with us right now, so we swing to starboard, okay? Will you 调整我们 channel 好吗？宁波舟山港港口连续10几年稳定增长，意味着孙鹏程这一辈引航员必须更加密集频繁地接触八方来客。有人说我们叫孤勇者嘛，全国从事引航事业的一共加起来也就2000多个，跟大熊猫的数量差不多。宁波舟山港综合未来的发展规划
加速了港口的无人化、远程化改建的进程。吴启飞将重新调试他们的远程操控体系。这我们现在智慧化的发展呢，当初大家都不相信桥吊司机可以不到现场能控制五六千万的一台设备，我们就要去创造这些不可能。我对我们这一代引航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我们更像是迎来送往的引路人，面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舟楫为舆马，巨海化一更，远航与归来是这里永恒的主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个海港如同蓝色绸缎上细密的针脚，将每一块大陆连接在了一起。海洋是风雨的故乡，人类的宝库。这座庞然大物用钢体量超过八座埃菲尔铁塔。雷亚飞，他通勤上班的方式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事就会换班，来到这座海上钢铁浮城。我们国家这个海洋石油的这个资源呢，还是比较丰富，但是我们前面呢，基本上开发的都是近海和浅海，真正深水开发的这个生产平台呢，这海洋是第一个。冯福志，冯福志，你好，你好。你到时候确认一下，这个燃料器温度低，是不是直接关停燃料器，还是说关停燃料器之后切到油啊？这个要落实清楚。好的，李总，我确认一下。宁西油是气田开发的伴生物，拔起萝卜带起泥，要获取天然气，宁西油分离是绕不开的重要环节。离析油和我们天然气是一起采上来的，因为离析油在地下了，它并不一定是液体存在的，它随着它的运营上来之后呢，就慢慢的温度下降了，就会冷凝成液体，那么就形成离析油了。家里如果你点火的时候如果出现油的话，会滴落下面形成一个油火，那都是很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天然气中的离析油给分离出来。为了安全的存储凝析油，同时也为了保障油气田的高效开发，深海一号创新性的采用立柱储油技术，四根立柱每根都接近20层楼高，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亮以后，深海一号将迎来一次重要的凝析油提油作业。这个季节的天气呢，应该相对来说是我们卖油的最好的季节。一方面它不像冬天一样就是大风是吧？流也比较好，而且把这个工作安全做好吧。第四次穿油，明天卖16000方是吧？对，16000。好。这是深海一号运营团队接手平台以来，根据前期运营情况，首次更改提油参数。班长，这个大钩现在不会再掉了吧？上次搞的。这个环吗？这边这个大钩，不会了，不会了。但是它挂的时候还要拉一下呢。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离析油往往跟和一般的油田的用原油不一样，我们的离析油它的特点就是说它的状态不稳定，所以它的燃烧性很强，其实也很危险。
凝吸油、提油作业属于高风险作业，任何环节考虑不周，都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损失。哎，今天的天气确实可以，你看到它这个绳子都不会在这打脚了啊，流浪流浪挺好，往这边漂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往那边漂不好。整个提油过程将持续8小时甚至更久。夜幕降临，凝吸油提油作业终于完成了。深海一号呢，称它为深海的定海神针，让我们这个规划的蓝图变为现实呢，已经可以触手可及了。我们就能够完全有效的去进一步的开发蔚蓝大海超深水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发。潮起潮落，向海而生的中国人努力耕耘着未来的风景。扁舟沉浮，行迹匆匆的顾客不断探寻着海洋的底色。千百年间，面对努力生活的人，海洋以特有的节奏，待人以包容，世人以慷慨，一如老者韵律依然，四海如歌。